银狐犬和博美的区别。银狐犬和博美在幼犬时期并不好区分，但成年后大多存在以下细微差别：一、毛发，银狐犬以纯白为主，而博美有黄、棕等其他毛色；二、耳朵，银狐犬的耳廓更大更尖，而且耳位更高，而博美的耳朵则是圆润且较小的；三、体型，银狐犬一般在 6.4 到10公斤，而博美大多在 3.5 公斤左右。四、嘴巴，博美的吻部没有银狐犬那么突出。五、眼睛，博美的眼睛更加圆润，银狐犬则偏杏仁状。